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这节课的运动健康小讲堂，郭仲明老师将会带大家进入跆拳道最帅的其中一个腿法——后踢的练习。那么，后踢在跆拳道里边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腿法，它加入了转身的动作，也是在跆拳道里边破坏力极高的腿法。由郭老师带大家进入课堂练习。现在我们开始进行后踢的学习。首先，先看老师做示范，正面示范，侧面示范，通过旋转进行爆发，去进行发力。那么，怎么去练发力点？我们一样用凳子，双手扶着凳子，形成一个前后脚的动作。哪只脚先做，哪只脚在前面。一，夹住小腿；二，踢踢。再看，一、二，侧面看一次，眼睛看着后方。一、二，一、二，旋转在戒备式里边。我们转好了以后，首先看脚掌。使用前脚的前脚掌进行旋转，一，手扣住，形成一个前后脚的肘部式，就是刚刚我们扶着凳子的那个动作。再看一次，头的转向必须跟上，一，控制住。侧面再看一次，多留意一下老师的头部的转动，头一定要跟上。在旋转系列里边，后踢这一技术是运动员拉开比分差距必练的腿法之一，大家要好好练习。